的物件带回来啊！趁某无在的，把外口的小三偷偷带回来，后头才无同款。垃圾！喂喂，你！你是想要靠我？不是那个大汉，就来不安的对待我。你是做哪里变啦？阿姐无在的，你应该无好咱的家。我伫楼顶啦，起来一下。来，哎，宜文，你看，把我物件要送你嘞。宜文啊，这么多年哦，我拢无伫你的身躯边照顾你，我现在感觉足亏欠啦。啊，这送你啊，希望你会介意。唔免。还有，那是我阿姐的杯啊，请你把我杯顶当阮家的物件。歹势啦，我唔知这杯啊是。黄嘉伦，你跟我转来，我有话来讲。爸，你先坐啦，吼。你等我一下，吼。王宜文，你注意你的抬头，你是咱爸爸呢。我甲伊安尼，阿弟真快要拄走了尔，你后脚就随甲伊偷偷带转来。这嘛是爸的厝呢，咱因做伙生活就是伫遮，毋是你袂记的代志，就当作无发生过。对，我甲阿姐遮是咱甲阿姐的厝，无伊，你好歹有当阿姐的物甲伊带转来啊。你是嘛安尼做？佮趁某无伫的，把外口的小三偷偷带转来，后头才无同款。垃圾！喂喂，你！你今日想要靠我？宜文，快些啊！